颠覆的马斯洛需求理论，生命中的美好缺憾。叮咚。每次都是你扫兴，害他不能出去玩。以后怎么活动绝对不邀请。你怎么这么过分呢？马斯都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还有需求啊。我曾看过一则家庭悲剧新闻，新闻中的妻子因长期自找苦，瘫痪在床的丈夫，而患上了抑郁症，并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在两人进行沟通之后，决定一起离开。首先，妻子用枕头闷死丈夫，再试图自杀。幸好及时被抢救了回来。这则新闻点出了重大伤病患者的照顾问题，加上我想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跟这对夫妻一样的家庭知道生命还有不一样的选择。嘿，海瑟，你不是马斯洛？嘿，海瑟，你不是很熟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吗？这对重大伤病患者而言是合理的吗？非常不合理。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被大部分人认同，甚至出现在公民课本中。可是从我们病患的角度，这个理论看不到人生其实还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哎 ，Hello， 妈妈，你回来啦？怎么了？在聊什么？在聊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有别于其他动机理论，它兼容了生理与心理两个层面，更纳入了生活与体验，形成一个完整的人类图形。马斯洛认为人性本善，也就是健康的人类形象。马斯洛所谓正常是好或健康的特质，包括适度的自尊、充分的自我了解、被爱和爱人的能力，提升社会规范和社会道德的勇气。除此之外，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包含了五个层次，首先是级别最低最重要的需求，生理需求，还有要求感受到健康和安全感的安全需求，要求得到身旁的人的关怀，还有认定自己价值的社交感需求，得到认同还有尊重的尊重需求，最高级的自我实现需求。老师上课时曾讲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不会因为满足而消失，它会降低对他的追求。像肚子饿时不会想谈恋爱，吃饱后不会想吃东西，是一样的道理。海瑟，跟我解释一下你跟妈妈的讨论没有吧？曾在我恋爱前，我因为长期待在家里而得到了忧郁症，我总是重复看同一本小说，庄严的痛苦。而我一开始因为害怕伤害到我最爱的奥古斯都，所以不敢交往。而我那罹患骨肉瘤的男朋友奥古斯都，是在我最讨厌的癌症治治时候认识的。只有男朋友吗？还有我的父母哦，他们很关心我，只是想让我的生活变得更轻松。我真的很感谢。毕竟你是我的女儿嘛。对了，你不是还有一个罹患眼癌的可怜朋友吗？是啊，他叫做尹莎，他因为眼癌而失去了视力。不止如此，他女朋友还因为这样跟他提了分手。真是太可怜了。哎，刚刚提到那本《庄严痛苦》，它的作者是谁呀？是彼得·万豪顿，他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我的愿望就是能去阿姆斯特丹见他一面。哦，大致上了解了。关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以再说得更清楚一点吗？在我跟海瑟的讨论中，是以海瑟的角度出发的，并且会在每一层都讨论海瑟的需求到底有没有被满足。接下来，我们就从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开始吧。我知道，老师上课时曾讲过，生理需求是维持人基本生命的需求。如果所有需求皆未被满足时，生理需求将会成为最迫切需被满足的需求。孩子的生命常常受到威胁，从一开始的甲状腺癌恶化至肺癌，随时检测的氧气瓶，你随时都可能窒息而死。我和他爸爸因为担心，也为他做了许多努力，可是也因此获得令人无法喘息的巨大压力。他的父母怕他想不开，
所以在家里贴满了励志小标语，不降反而增加了他的心理负担。而我们的共同好友虾，他在失去视力之后，他的生活无法自理，但是却没有导盲犬在身旁辅助他，只能靠亲友的帮忙。这样应该还好吧？并不好，我那时曾经想过，但这一刻我非常非常乐意去死。我想这就是我生理需求没有被满足的原因吧。好，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那满足那些基本需求应该就可以了吧？当然不是。接下来的也是属于低层次的安全需求，指个体寻求安全感，在使感觉在环境中获得安全稳定，在健康的人身上缺乏效用或是不满足。这如果去安全感需求遭受挫折，影响结果将可能深入人格层面而出现逃避的状况。我曾经尝试服用一种药物法兰西佛，这种药物只对少数的人有用。我原本以为但是后来发现，我的肿瘤不仅缩小，也没有再扩大了。法兰西佛万岁！可是后来我想了想，法兰西佛也只能再多为我争取一小段时间，还是没办法完全满足我的安全需求。我曾看过一篇故事，一名患有先天心脏病的女童琪琪去年离世，她生前所绘的恐龙画作，在众人的协助下成为赖贴图。琪琪患有复杂先天心脏病。但爸妈却不愿意放弃他，而琪琪从小就是恐龙的爱好者，便希望自己能像恐龙一样勇敢而毫无畏惧。在动第二次心脏手术时，他曾哭着对妈妈说：“妈妈，我一定可以的，我会像恐龙一样勇敢的。”然而却撑不过手术而离世。贴图的收入捐给了心脏病基金会，帮助了不少同样患有心脏病的人。琪琪真是幸福，家人还有网友。对啊，感觉安全需求层次应该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亲友的温暖。所以马斯洛提出了社交与爱需求，此层面指被接纳、爱护、关注、鼓励、照顾及支持等需求。人类是一种群居的动物，天性中即渴望与其他同类产生亲密且健康的关系，避免空虚寂寞的情绪产生。癌症宣传手册告诉我们，上常说忧郁症是癌症的副作用，但事实上，忧郁症其实是迈向死亡的副作用。怎么此话怎讲呢？我在离癌前有很好的朋友叫做凯特琳，他是一个健康社交高手，我很喜欢他。只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有一道跨不过的鸿沟，会造成这种状况，可能是因为我生病吧。我总是躺在床上，话题也总是围绕在癌症还有死亡。可能没办法跟凯特琳这种健康的女生走在一起。虽然我觉得癌症支持小组是一个令人沮丧又疲惫的地方，但是我反而可以跟在那里认识的朋友凯撒相谈甚欢。吃得饱，穿得暖，又有朋友和爱人，这应该算人生胜利组了吧？并不是哦，我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要接受奥古斯都的阿姨，但是后来他却跟我说，被我伤害是一种。所以我们便打破了满足需求理论的框架，收获了一段完美的爱情，也满足了我们两个社交与爱需求。那你那可怜的朋友以撒应该就没这么幸运了吧？是啊，以撒的女友在他们分手之前总是说着永远，可是以撒失明后，这个永远的承诺就破裂了，以撒也因此被深深的伤害。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个更高层次的需求，接下来要讲清楚指获取并维护个人自尊心，又分为内部尊重与外部尊重。内部尊重是自尊，外部尊重则是指人希望有地位，受到别人尊重、信赖以及高度评价。一个具有足够自尊的人，往往更有能力，也更有效率。在我离开之后，每个人都对我表现出同情的样子，每个和我讲话的人都感到尴尬。就我在那个百货公司遇到的小女孩不是，可能是因为她所知不多，其他人就是凯特琳，他们总是对我很好，可是我总觉得我们有一种关系不对等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凯特琳并不把我当成朋友，而是一个生病的人。奥古斯都也曾经说过，他能在这种脚不方便的情况下拿到驾照，也是因为癌症体贴，简单来说也就是
心里面这样就说，我觉得其实癌症只是一种身体上的缺失，多少所谓的正常人活得颓废、酗酒、不工作，那其实正常又如何呢？也比不上那些努力生活的癌症患者。知名演说家立刻胡哲先天性四肢发育不全，曾被拒到学校上课，被同学嘲笑，甚至想过自杀。可是，在想通之后，立刻认为这是上天的礼物，并且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琐事来努力：穿衣服、吃饭、打字，甚至到游泳、骑马、开快艇、打鼓，他都克服了。别人对他的称呼从废物变成了奇迹，这样的他并不是别人眼中的可怜人，而是激励无数人的奇迹。那我们要怎么做到尊重呢？很多来看病的亲友都对我说：“你不用上班，也不用上课，你去羡慕你，真是太没有礼貌了，就像是对幸灾乐祸一样。”好好听听我们病患的心底还有感受，就很好啊。还有啊，像你很快就好起来的这种医疗消息，也不要在未经证实之前就直接讲出来。最重要的还是要怀抱同理心，从对方的角度出发。好，我下次会注意的。接下来就是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了吧？自我实现需求是每一个有所志者一致追求的目标，也是史前呢对实现的倾向，可以视为是成为越来越独特的个体、个人成长的顶点，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满足，已经超越了低等动机与基本需求。依照马斯洛的理论，我们奥古斯都在提案之后就不会再到学校去上课学习心智还有社交技巧，我们甚至连完成理想的动力也被剥夺。但是我和奥古斯都却用行动证明他理论中的漏洞。我们不仅完成了友情、爱情，还到阿姆斯特丹去旅行自我实现之旅。刚刚提到的立刻骨折，依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没满足，更不用想往上追求更多。但他却不愿意放弃，努力做好眼前的事情。同样获得了大家的敬重以及大学双学位，甚至还成家立业，过着许多人向往的生活。哎，等等，难道一路上陪伴的家人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吗？身为病患家人，当然要陪伴病患，但这是一个累人的工作，毕竟家人还是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需要政府提供援助。医区卫生福利部统计，每五分钟就有一个人得了癌症，比例非常惊人呐、啊！癌症现在已经是台湾国人十大死因之首。虽然社会上已经有很多资源可以申请，但是这些资源都不够完善。例如，直接拨款给所需之人，这种资源只能提供短暂性的资源，并没办法长久的支援。而有些地方提供的则是关怀与送餐的服务，可是这些服务不够完善，也不够长久。据我所知，政府提供了家庭访视、照顾工作、喘息服务等等长照政策。对了，我曾研究过一些外部可用的资源，不仅提供精神援助，还有亲切的照顾呢。像是民间的残障法人慈恩防癌文教基金会、新天宫急难救助，还有政府设立的专案等等，都是可利用而宝贵的资源。谢谢你们告诉我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你们病患的想法。我真的学到了不少东西呢。而在深入探讨之下，我们也发现，辛苦的不只有罹癌者，他们的家人也饱受长期照顾、时刻不得松懈之苦，甚至因此赔上自己的人生。面对死亡，人往往是非常脆弱的。但是我和奥古斯都却能在生理需求还有安全需求都还没有被满足的情况下，努力追求社交与爱需求。我们勇于挑战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我们的报告